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。一、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，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。二、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，包含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三、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，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。四、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、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。全体请坐下。现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台湾民政府的大家长林志深秘书长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台湾民政府没在过农历年，过农历年啊，是一种很封建的思想。当年日本时代啊，咱台湾人在听人在讲啊，讲那过年啊，要过年啊，要吹鬼啊，都爱秘伫甘蔗园去吹鬼。意思是讲哦，日本人嘛反对。其实反对农历年是有道理的哦。你想，新历年全世界拢在休困，咱嘛在休困。啊，农历年咱在休困，让别人在做工课。你看，刚这一来一去啊。看差了，差了这都好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上课以前啊，我还想咱甲咱各位讲个清楚。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绝对不过农历年，我们过的是新历年。今日是国际班、职前训练班拢到点上课，所以要讲重点给你听。有几个重点。有的人虽然读过初级班、读过高级班，但是还阁未清楚的，可比讲，美国军事政府到底有伫咧也无伫咧？所以美国军事政府 USMG（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） 到底这个东西在不在？有没有这个单位？要问这个代志以前，我先问你一个代志。拢总爱回答，不管你知唔知。中华民国，你看是有这个物件啊？无呐，感觉有会举手，啊，感觉无会举手。哎，恁无讲实话。恁生活伫今日，你敢敢讲无中华民国吗？我阁问一摆，用你家己的心意啦，卖用你的知识还是思想啦？你感觉中华民国？有这个物件的举手，较老实的，较老实的啦。举手就举好啊，你咧惊啥？啊，不然会甲你笑啊，讲唔对嘛，无要紧。啊，你敢不敢无中华民国的举手？坦白讲啊，敢那台湾人有中华民国念念啦。你去全世界去看麦，去全世界哦。全世界无一个所在讲有中华民国，讲一个上好的去联合国就好。即马去联合国啊，你摕中华民国护照、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含联合国的守卫人员都甲你笑，哈！啊，世间还阁有人遮讲，还阁摕一本护照，迄本护照根本就无是废纸啊，身份证根本都无人用啊。啊，咱有东西吼，那足热的呢。伊一个看到新闻安尼写，伊讲安尼，我来去台湾民政委身份证看卖啊。特别飞去日内瓦，去联合国总部去甲试。结果呢，你认为讲会通的举手？
你认为未通的举手，当然嘛是会通，啊，无我哪会甲你问？你小心嘛，知？会通啊，啊，佮甲恁佮甲恁翕迄个橡皮倒转来，这表示啥？联合国已经成立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。这两天，咱有一个同心，伊是妇产科的医师，北医毕业的，查某叫做林立的，伊是咱的中央参议员。伊利用这个过年这两天啊，回美国过年，因为伊查某囝在遐。伊过年的时阵，伊入海关的时阵啊，伊就讲我来甲试看卖啊。啊，那秘书长，你讲迄个民政府迄张身份证会通？伊就去遐排队，到这个海关的时阵啊，移民局的移民署的时阵啊，伊不啥物拢袂提，伊就提咱的身份证，甲丢出去。啊，本来伊讲哦，你知影美国的迄个移民署的人吼、哦，大概迄个面拢敢若靠过面的，拢足歹。我看你若捌去美国，你拢会知影啦吼。啊，这靠过面看到迄张，咱的 ID 啊，哇！讲忽然之间改变了，满脸的笑容啊！哇，啊你哪这张？哦，无简单。啊，但是哦，啊你这张，我要给你对印啊嘛，无法多给你对啊。你总要有一个地方让我盖章啊！啊，你有其他的证明的文件无？啊，不得已啊，伊专提中华民国迄本护照出来，因为伊用电子签证，啊，所以迄本呢？不是跟地印而已，还跟他合作，来我给你帮忙，啊，你申报单有吗？有啊，我已经写好了，你看看，哇，真老实，你台湾人非常老实，这样做得很好。从头到尾笑眯眯给他颁，因为他有那张身份证，那张身份证可以得到美国的移民署的这个叫做欢迎，而且尊重，你知那张身份证，来，我们的 ID 给你看看，这张身份证，这不是我们家做的，这是美国做的。这张身份证所重点就是这几字啦， USMG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TC 的 Taiwan Civil Government， 我们已经有四万几分，得要五万分了，的人有这张身份证。这张身份证不是只去美国有效，去欧盟，我们有同心台北州的，他去那个澳大利，去澳大利了他要回德国，他就超工不爱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从头到尾都用那张身份证，他跟我说很好用的，这张身份证，美国人、那个欧洲的人一个看到，拢总非常的尊重，拢可以快速通关。去土耳其嘛是同款，表示讲欧盟拢总会当来用咱这张。去日本那边讲啦，啊，尤其是美国，非常可以通。Australia， 包括加拿大的人，有人移民去加拿大，用中华民国护照去签证，去拒签。已经六年未当登去加拿大，有同心改讲吼，啊，你来不去办台湾民政府迄张看卖啊？伊抱着怀疑的心态来办，办了，因规家六个人拢总通过，而且迄六个人拢总去加拿大去签证，通通通过。伊讲已经六年我唔捌登去加拿大，头一摆都登去。我要讲这是什么？既然身份证在全世界的联合国会通，紧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的旅行证件。旅行证件，我们是从今天开始会当申请。这张旅行证是叫做电子晶片旅行证。这张旅行证呢，美国护照会当去的所在，咱拢会使去。咱若去那个国家，若有问题的时阵，找谁？找美国大使馆，他会帮我们的忙。但是各位要先了解吼，
咱拄仔开始咧办即个工会，即嘛是共款吼，甲身份证共款。酒送来中央，中央将这些资料甲你整理、甲你检查，通过以后啊，爱心输入电脑，迄只电脑是直接为咱的中央直通美国。然后美国看了以后，把晶片做出来，晶片的护照在美国做好以后，上登来台湾才阁夹起来。我当甲你讲，中华民国外交部的身份证安怎做？中华民国外交部是美国的国安局，做伫台湾设一间公司，这拢伊的机密啦，我甲你偷讲啊。我插插伊，已经互我知影，我就甲你讲啊。伊拢总美国国安局啊，摕26只的机器，做予中华民国。伊嘛讲秘密呢，讲袂使讲，我啥袂使讲。伊一工做差不多15000份的，啊做护照。啊，伫美国呢，平均一个月差着1000本假的护照。美国讲奇怪，这毋知为倒来的。所了解是可能是东南亚迄边的人所出偷做的，但免不要紧。美国已经予咱知影，他希望我们的旅行证赶快出来。一定要伊要将中华民国护照全面的禁止掉。一定弄点点钱了哈。我恁恁话足奇怪呢吼。听到好消息，无马上表示一个意见，对吧？好消息、歹消息，拢南南吹，拢不要，拢不要表示呢吼。你想啦，过年过节拢戆起来哟。然后听到入神，所以他都要讲中华民国。刚才你台湾人知影中华民国呢？刚才你台湾人承认中华民国呢？啊，有人来甲我问呢，问讲吼，到底美国军事政府这个单位在不在？哎，有这个问题，家就你拢知呀？好，美国军事政府这个单位，你感觉有伫咧家就啊，无伫咧家就你嘛足奇怪。你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吗？有无？有看到家就啊，你眼没有看见，你相信吗？我恁对去听去对学的哈。啊，好啦好啦，算你巧啦，算你巧。我跟你讲，有足多代志吼，唔是讲你目睭看到才是真的啦。你捌看过变魔术无？哦，一个人出来，水查某囡仔，啊，魔术是那个一对嘞，啊，就无去啊。啊，你相信是真的吗？你相信真的吗？假，障眼法，你敢会晓讲障眼法？啊，走一道。啊，你若知影，你就做魔术师啊，你对不对？所以你也看吼。世间有足侪代志，唔是讲你六目睭看到的才是真呢，目睭无看到的才是假。所以咱讲现出是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，有人就甲我问啊，我哪拢无看到美军？怎么没有美军？占领唔得美军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有美军呐、啊。战争法内底所谓的占领，就是讲你伫两点钟久内底。占领国的军队会当到位，拢属占领。你看87水灾、88水灾，美国直升机到位有无？来调迄个啊，做调迄个迄、那个挖苦机啊，迄讲什么猫啊？怪猫？哎，什么猫？啊？啊？啊？山鸟呐？调迄个山鸟啊？其实伊山鸟调迄个时阵都无效嘛，搁点落搁调唔到去。但是主要要降落，予你看，也背张查某的。我是美国的美军呢，予你感觉讲吼，伊随时会在，而且他降落唔免得到中华民国的塔台同意呢。伊要降落就要降落，要离开就要离开呢。啊，佫有一摆用迄大只的，迄、那个也做，迄个货运的迄个机器啊。B52的款，降落在上山机场，唔知创啥，无人知。罗贝尔讲吼，伊要载一个囡仔，红的啊，你看到鬼的？
用遐大只要创啥？迄拢是有问题的。啊，搁看，是安那中华民国的总统若当选5月20日，就一定爱予美国的总统的贺电告伊，伊才能当上职。蔡英文这边当选贺电还袂到哦，美国总统还袂来哦。刚好迄个国务院啊、国防部啊，总统还没有。本来，咱你讲今年的选举1月16日，是不是会举行？他们讲我一直坚持讲不会举行，理由是啥？因为咱马上咱告美国的代志，甲中华民国代志还袂宣判，咱告一下人权，搁告一下我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。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，你无代无志，敢变作中华民国国籍？你的根据伫倒？来，我予你看一张，迄当阵迄张公文，这张公文，你来看，非常重要哦。什么单位发的？你有看无？什么单位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，台湾什么时阵有这个单位？当时有这个单位，不是说台湾省政府啦，是说行政院啦，什么叫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？我跟各位说，这个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另外一种名啦。那当时民政府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话？军属政府啊，军属政府是啥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啊，这是因为战争化的关系。所以，即马民进党蔡英文当选，足欢喜的，伊足欢喜的，你免烦恼，啥人免烦恼？伊的下场一定未比陈水扁好偌济。我跟你讲，你也感觉真奇怪。伊若无要贪污，哪会当个你啊？我跟你讲，咱台湾人是啥？战败国，你唔通袂记咧。我们是打败的哦，咱是战败国哦。中国人是啥？战胜国哦。其实台湾这块土地，那以战争法来讲，两种人俩呢，一种叫做占领者，一种叫做被占领者。啊，比占领者人足多，啊，占领者足少的，啊，变怎？伊就叫一挂比占领者西装打扮，变作占领者。啊，台湾人都足爱做官的，叫你来做官，什么话你都袂记得啦。我哪会甲你讲，蔡英文会比陈水扁无定搁较糟，搁较忝。但水平算真高呢，你要看伊即马真济案件，即马拢甲判无罪。但是伊当迄个蔡、迄个马英九当选迄当阵，伊要讲你有罪，你就有罪。这个代志你要哪个看？我甲你讲，你看一个代志就知。马英九伊若会当落台，袂妨掠去关，表示讲中国人赢。你占领者，那就让你关。他是占领者，他为什么要被你关？但是陈水扁是战败者，战败者，伊给你找空找棒，绝对找你的空，要给你抓去关。李登辉，所以有的人你敢问讲，民进党的蔡英文怎么当选？美国会不会把政权交给民进党？啊，民进党会不会借壳上市？借什么壳？台湾民进党这个卡起来，你想看麦啊？你认为讲也当借壳上市的举手？你认为讲未当借壳上市的举手？奇怪，你哪有这巧哈、啊？你总要讲一个理由啊！谁让伊袂当借壳上市？伊即马动算足侪啊，769万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六百
689万票，伊遮尔啊济啊！伊想要袂当借壳上市，伊即马动算，伊甲伊宣布讲吼，啊要买中华民国，我要换做台湾民政府，安尼会使无？恁哪有遐巧？我感觉很奇怪呢。嘿，当然袂使，没有错啦。我甲你讲吼。蔡英文如果可以的话，李登辉老大做啊啦。1998年，李登辉出来话讲废省，有无？你会记无？嚯、哦，迄当阵宋楚瑜出来甲伊反弹，什么父子关系拢拍歹，但是李登辉利用伊当国民大会代表，国民党占绝大的多数。强行通过，但你要通过的时阵，向向美国出面，美国 AIT 出面去跟李登辉讲，你不可以废省，谁让我袂当废省？因为你呐将台湾省长个废掉，等于就是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。你听有无？所以李登辉若未成，蔡英文就未成啊。那李登辉这个代志，曾经跟美国啊面对面啊开讲，我哪会知？因为我足好心的。咱去过美国去当阵啊，美国派代表来跟我讲话，啊，我做李登辉足尊敬的，我甲讲。哎、欸，啊，你要不要见见我们的李前总统啊，李登辉啊？伊讲我读个歹。事实上啊，李登辉已经完全了解台湾这块土地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了。但是呢，伊呢无爱跟李登辉接触，因为他害怕李登辉利用这个机会，和台湾人拢总知影讲。今日这块土地要过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所以美国人不爱跟李登辉见面，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考量呢。所以像这个代志呢，我以前上课几乎没有跟你们讲过。这个代志我嘛想足久的，奇怪，谁人你美国有关单位你不爱跟李登辉见面？李登辉应该是伫台湾讲的话是一笔一中啊。李登辉真少有机会，伊敢若讲几摆呢？伊伫2001年的时阵，就是我为中国要走转来，2002年转来，2004年、2003年，李登辉叫我去引导，甲我讲，你爱去研究战争法。然后我去过美国，然后李登辉，我甲李登辉讲，我已经拢研究出来，你们来发表。伊讲稍等，稍等，不要太快，用字啊，紧会弄破我。因为台湾人啊，会脑筋啊，无遐简单来改变。我你甲想，这个啊，做中华民国就好了。上头的台湾人是反对啥？国民党对不对？大家拢感觉国民党作恶多端，二二八啦，白色恐怖啦，拢上做诶，拢国民党做诶。所以当阵大家拢是想讲国民党甲阉掉就好，是不是？甚至迄当阵根本都唔知影讲中华民国是假。你想看嘛？台湾人，咱以前细汉的时阵，我嘛60几岁啊呢。咱以前从细汉的时候大汉起来，拢要爱护这个国家。啊，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？中华民国啊！啊，其实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啊，为头到尾中华民国就是甲你骗的呀。讲10月25是光复节，台湾建邦免闹光复节，所以他都讲到顶啊 ，USMG 美国军事政府有没有这个单位？当然有。你为着看出来讲美国军事政府有这个单位，
很简单，你要看报纸会吗？会吗？你怎么不敢举手呢？你要看报纸吗？会啦，琉球在1945年4月7日去由美军登陆和占领的时候，美国在琉球成立什么东西？军事政府，美国军事政府。啊，你把占领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啊，老百姓的部分你不能用军事政府来给他限制啊，所以他就要叫他当地的老百姓要做一个东西，原来是政府，叫做什么政府？民政府啦，就是 civil government， 琉球 civil government， 琉球民政府。有军政府，就有民政府，所以有军政府的成立，就有民政府的成立。啊，所以你现在知道说军事政府有在的，阿富汗、伊拉克，美国给他占领以后，都入去马上成立军事政府。好，来，什么代志会当证明讲军事政府有伫咧？你想看吗？什么事情会让你相信说美国的军事政府有这个单位伫咧？什么物件？有平民政府就有军事政府，那个是一点点的啦，足简单的一个，叫做军事法庭。你捌听过军事法庭无？捌嘛吼，电影嘛足多啊。你做兵，遐死中国怎啊喊台湾人？做兵喏，亲戚在讲，我帮你军法审判，有无？迄就是军事审判，迄就是军事法庭啊，啊就是军事政府啊。军事法、军事政府也靠有军事法庭啦。只要有军事法庭存在，就表示说有军事政府存在了。所以安尼你知影，美国军事政府有伫咧无？有啊，伫什么所在？在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厦，有一个叫做台湾司，台湾司有一个单位，一只刀啊，娘娘。本来中华民国还未入来台湾的时阵，美国伫一间大厦。已经训练几千个人要入来台湾，要设立美国军事政府，然后用那些人来设立台湾民政府。多半因为那个开罗宣言签下去，开罗宣言很含的事情啦，做总统的人想说我宣言给签下去，啊，你中华民国就听我的，就跟你说战争若赢以后啊，我将台湾来给你中华民国，这是完全违反战争法。敢那未输什么代志？你知不知道？你听好哦，我看伊这个、这个怎、那个、那个茶壶啊，足水的，这个茶壶足水的。但这个茶壶是伊的啊，啊我足介意外面那个体，我足介意外面那个体。是这边你唔知啊？甲抢啊，是不是？我甲抢，啊，搁一样啊，我甲买啊，你知无？啊，这个物件，台湾这个物件是啥个？日本天皇的啊。在这个时阵，美国竟然会敢甲英国讲哦，啊，那建议啊吼，我将中华民国，这个台湾交你中华民国，啊，你笑诶，完全违反战争法，啊，是事后啊，签了后啊。战争结束以后啊，美国伊国防部才甲总统讲：“喂，你要把台湾交给中华民国是不对的呢。迄毋是你美国物件，毋是你英国的所在呢，迄是本天皇的所在呢。”啊，所以伊美国定一个叫做模糊政策，到现在要跟你模糊啦。但是呢，你免烦恼，台湾民政府头脑就好个，咱毋是无伊法度呢。咱有伊法度，咱有啥物办法？甲告啊！你哪讲啊？是毋是？你无你对一个人无法嘞，迄老蛮，你毋敢甲摸伊啊？伊会甲你拍。啊，你要哪甲伊处理？甲告啊！对毋对？哦，伊你惊讲告伊甲你拍，袂啦，国际法替咱保护啦。
咱两千零六年第一摆过美国，也无人敢甲咱拍，敢甲咱摸啊！两千零十五年，咱阁一摆甲过美国，甲这边过美国，甲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足够动的呢。当啊，过年前啊，才出一张公文讲哦，承认讲哦，有啦有啊，台湾民众现主席甲中华民国伫美国咧拍官司啦。啊，那无吼，咱台湾还夭寿讲呢？伫网络我看足侪讲哦，迄个台湾民众告美国迄个，我伫迄个法院哦，迄、那個、文件内拢无看到迄、那、即个代志。啊，是来吐话，你知毋知？好感謝對中華民國出來替我們做證，那張公文你有嗎？官網有齁，那個班長竟然沒在，沒關係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那個小店你跟那個班長講，中華民國承認，班長現在進來，班長，那個中華民國承認說台灣民政府跟中華民國在打官司那個公文啊，等一下你還不要急啦，發給大家。同时把那个台湾民政府要发行电子旅行证，那个旅行证啊，电子晶片旅行证也发给大家。啊，所以我要甲咱讲一讲，中华民国已经承认，讲咱你该过啊。阿爸无以前哦，死嘛不爱承认的。有人你甲问的时阵，伊就吼顾左右而言他了。啊，这边我也拜托一个美国啊，那美国嘛就派。瞎批，直接瞎批，你敢啊？敢如啊？如果无多，伊就家己承认讲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中华民国讲台湾民政府伫拍官司，有这个代志，有这个代志就好。过过就是宣判。迄张公文嘛，慢慢紧。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公文，咱用这张公文甲告伊中华民国。我本来是大日本帝国的。国籍好势好势，你来甲变作中华民国。但是咱台湾人因为只七十年的教育吼，有的人即个头脑已经洗了差不多去啊，一直感觉讲伊是中华民国的人。啊，其实中华民国这四字伫全世界通通没有，干那伫你的脑海内底有。啊，你讲可怜无？有可怜的家属？你也只讲家己声音吗？你不来讲无可能，我已经知影，对不对？你不相信人啦，可能。我上课唔知要跟恁安怎讲呢？真正中华民国这个东西，事实上是没有的东西，所以没有的东西，发在新闻上，等于没有东西；发在护照，等于。没有东西啊！中华民国外交部叫出面，中华民国的护照已经免签证，几个国家有几个国家，全世界看你中华民国护照，不是把你看作护照，伊是把它看作只用旅行证件如此而已。就全世界因为和平嘛，所以你别去对拢会杀你嘛。我跟你讲，四月初，台湾民政府电子晶片旅行证出来一张尊啊，你敢看卖啊？中华民国付基本护照，然后要搁请的，我讲，咱若改比吼，大家要来请台湾民政的电子晶片旅行证啦，上面提一个中华民国的护照。我头先讲迄个林益荣参议员去美国，迄本中华民国迄本，人根本就无爱个声音，迄本落落迄个美国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啊，做电脑内底啊，剧毒，就是不爱甲你读一本就对了。恁拿摕到一本旅行证，你可以用那一本去签美国签证，电子签证。啊，那美国唔免签证诶，摕一本嘛免签证。你讲我点点是什么意思啦？咱台湾民众拼到要死呢。啊！你弄动作干嘛？吼，那边是应该啦，那拢应该啦。哦，台湾人足无情的。哈？安尼哦，好啦好啦，安尼当原谅啦。所以，一本旅行证件有效时间是15年，
啊，十五年，十五年就免拍破啊啦，恁趣味呢？你凊彩嘛要过活十五年以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旅行证件落来吼，迄、那个申请表大概下礼拜就会下来，啊，你来填啊，所以美国军事政府你即马已经知影有滴咧。啊，过来跟你问讲，啊，台湾民政府到底是什么东东啊？有没有这个东西啦？啊，你台湾民政府是你家己好的，还是世界性的咩？还是美国叫你创的？台湾民政府是什么时候创立的？台湾民政府真正成立是2008年的2月2号啦，也袂歹呢，你嘛拢会记得吼。2008年的2月2号，迄天是咱成立的啦。啊，现在我都成立，因为2006年10月24日，咱去过美国。啊，然后美国的国防部甲国务院甲咱指导，讲你们应该先成立台湾民政府，来跟我美国对抗。美国袂歹呢，好佳哉，甲咱建立的是美国，啊，若甲咱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吼。咱就妥啊啦！后人讲，被告佫甲你教讲，你安怎假告？这个美国人做会出来呢？美国吼、哦，这个国家我很喜欢呢。你若有道理，你若足强诶，伊甲你钦佩，他服输。啊，但是你若软弱，伊就甲你吃掉。所以美国。2006年10月24日，咱甲拄啊开始控告的时阵呐，美国的所有的官方不爱插咱，伊认为讲吼，拜托恁们闹计，因为无人去研究战争法啦。但是为2006年10月24日，咱下面一句来一句去，一句来一句去的电话呢吼，不来回12次的时阵啊，美国国防部甲国务院就知影，伊讲：“这不是你开玩笑呢，这人是够真的呢。”啊，这人什么人 ？Roger C. S. Lin， 啊，这什么人？叫美国总统山奥巴马，伊拄啊调啊无偌久呢，伊调了无偌久的第一个案件是啥？台湾民众的控告，因为我拄啊做总统呢，啊，就对我呢，啊，这人什么人？叫戴娇，伫华盛顿 D.C. 的戴娇来问，这个人是谁？没有听过呢。啊，后尾啊，吼，伊个国安局、甲国防部，全伊足厉害呢。有一天吼，我住伫厝诶吼，打电话来阮家呢，竟然知影阮家诶电话。啊，我电话接起来，是先讲英语，讲英语我无问题啦。讲一半，话讲日语，日语我嘛无问题啊。但我有惊到，我讲小等，你是什么人啊？我伫跟啥人讲话？你必须要证明你到底是谁啊 ？You must identify yourself。你一定要证明讲你到底是谁啊？无我刚刚跪伫讲话哦。阿姐甲我讲，伊讲吼，我讲四个人。你会去问他们，问说我是什么人，还是说四个人，说这四个人我认识两个，两个我不认识，所以我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你美国的国安局，美国的国防部，都和台湾的一些人有在联络，但有一个特点，那四个都是本土台湾人，他们做很大，所以你也可以深入了解一点，就是讲台湾人哪阵有美国啊对伊较好诶，还是中国人对伊较好咧，拢未记得伊啥物人啊。所以呢，我要甲咱台湾民政府所有成员讲，恁都爱靠志气诶，不管伊是啥物人，你若真真正正要替咱台湾人设想，替咱台湾人民服务。你才肯加入台湾民政府，啊，若无后摆第一个请出来一定是你，你唔相信？咱规定足严的啊，贪污就请出来啊，你唔能讲袂呢？
蔡英文现在很欢喜，对不对？你想看看，蔡英文可以做得很爽的吗？跟阿扁一样，他没有阿扁的头脑那么好，我没跟你骗了。蔡英文台大还可能再考掉，阿扁也是都状元级别的，头脑很好。所以蔡英文当选，你也知道，政务官都是你民进党的，不要紧，事务官都是国民党的。你听有事务官是啥？事务官就是经过考试的，在下骹手的。你伫顶管业务用语拢不要紧啊！你叫我安怎做，我爱我就做，我不爱我就甲你滴泪嘛，不要紧。我甲你敷衍了事嘛，不要紧。所以蔡英文欢喜，大概半工就无啊啦。你唔通想讲做总统，李登辉做13年的总统，阿扁啊做8年、21年，拢总是你台湾人做总统。台湾的地位有改变无？没有。前两天啊，你们要注意一个新闻嘛。美国的国务院出来讲，蔡英文已经跟我们美国讲好了，我会维持现状，我们不会改变。意思是啥？事不宜没有，伊嘛阁照常要做啊啦。哎，你选伊是要创啥？你选啊，蔡英文要创啥？我问你啊。就是戆的人才会选你啊，敢不是？伊绝对无法度改变，啊！伊要改变嘛无法哩，因为事务官拢是国民党的，你要推推不动，你要拉拉不动。敢那亲像柯文哲，下骹手的实质占已经是有史以来的比例上介悬的，7000-8000的职员，是超1000+的去啊。当然啦，即马有迄个中国人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啦。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因为有出国吼，又读一寡台湾历史、台湾的文化，伊小可有了解。但是伊的了解，和伊的父母搁个影响落去，他会改变吗？不会。他有既得利益。18%是啥物人发明的？国民党发明的啊。18%要去创啥？就是要将公务人员拢总绑得死。你要18%，你来转给我。你若无转给我，你即马蔡英文调18%无人去啊取消去，会大乱呢。财政部部长甲你讲个啊，讲我的太太伫国中伫教册，一个月领8万，退休啊一个月领18万。他说齁，台湾的经济会被这些人拖垮，你敢不敢玩？你一定不敢玩。啊，不然怎么？你做总统有效吗？无效啦，单一个方法而已，就是台湾民进所说的将中华民国给赶走。这种点点是什么意思啊？嘿，你们的反应有问题呢，对吧？不代表跟你讲才好。中华民国赶走，台湾民众就执政啊！啊，即马有人讲，稍等，稍等，人民进党选几波选掉，安尼一时咩政权爱搞吼？民进党唔是，民进党叫做民什么？民进党，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咱就请伊去金门、马祖、甲平潭去做。政府，那不爱去那边啦，强制出境，所以你们烦恼啦。讲啊，民进党会借壳上市，有什么借壳上市？即嘛，民进党派足侪人来加入咱台湾民政府咧，而且呢，加入以后吼，佫努力的争取做咱的干部呢。你想讲做咱的干部多好呀？没有用啊，因为咱的头家什么人？不是美国啦，美国军事政府啦。美国军事政府，我定嘛甲咱的同心讲，
你的职务是美国军事政府授权和台湾民政府的中央办公室，中央办公室才授权给你去做的哦。今天给你去做，你如果做得不好，明天就请你落台哦。因为我们不是选举啊，你说哇，如果没选举，那没有保障。很简单，你只要一心为台湾人，你就有保障，这样对不对？所以民进党如果想要借壳上市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啦，来上课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设了关卡，没那么简单，初级班、高级班、法理点招、之前训练，还有一个法理点招，还有一个什么职务点招，然后还有专训，简单哦。你想说这样就要来台湾民政府，因为你查看不清楚，你让你做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不用两天就老百姓给你冰倒去，不用两天你就说要台湾独立了。你想看看台湾这个土地上的日本天皇的美国到现在动到今天，他跟我说的不然你不要紧，你在领导吼，身躯洗好，碰伊个坐落，电视打打看，美国有一天已经会承认出来，台湾主权仍然属于日本天皇。同时，安倍晋三这两天发表，你有看无？伊甲苏联偷迄个四粒岛有无？迄商量甲讲的，台湾民众甲讲的。国际媒体写的啊，安倍晋三按照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，向苏联普丁要北方四岛，不咋写的啊。这个代志咱老早就讲过啊。我咧讲的时阵，有人讲够可能，因为安倍晋三去予普丁洗两摆面，伊去访问的时阵，甲讨北方四岛。普丁改讲哦，你回去多看书啦。总理讲讲回去多看书，要是无民主，伊想讲，我可能听唔到。伊讲鳄鱼嘛吼，第二摆过去，我再讲一摆。安倍晋三派伊律师来找咱，而且普丁这个笑的咧，竟然叫我去多念书咧，我没有错啊，叫你读起去无唔对啊。我昨天上伊两本册，来新台湾路的上下，你等于看，看看伊即马也要讲啊，伊即下也要甲苏联讲，我要爱死了都，因为苏联吼，马上派人来甲咱见面啊，迄劲爆的迄个记者两个来，哦，背这样的呢，来甲我见面，见面面听我即个战争，我听听伊惊着，夭寿哦，啊，那咧北方市长我唔爱行。我本来就在想，拜托拜托，你别跟安倍说。我说，你来不要早说的，我刚才跟他说完了。他说，普丁邀请，说邀请我去苏联访问，所有的费用都有没出啊？干嘛？你帮我们研究国际法、战争法。但是当中，不是只有苏联而已，欧洲还有两个小国家也是同样的要求啦。所以我跟你讲吼，迄两本册，你莫小看迄个《新台湾论》。今日我看少年啊真济，你去读迄个《新台湾论》，后摆对你绝对有帮忙。因为这是未来的世界一定会走的路。美国的奥巴马嘛有派迄个叫伊小弟来跟我见过面，你绝对唔免烦恼。新台湾论内底所讲的见解，你若互你家去读哦，你读未完啦，啊，读未落啦。刚才迄个战争的例子啊，100多个啦。啊，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，所谓的战争法是啥？你知影？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条约、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战争的部分。过来，啊，叫下最高法院的有关战争的部分，啊，甲美国迄个。1940年，美国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的，就 FM 27，3000几条，
这么复杂的拢总原文呢，叫你去读呢，你袂无？你绝对无多读的啦。好佳哉，这世间有我呢。拍马屁都不用。而且我两个人管，我秘伫厝内底吼，足紧的哦。我用差不多三个月时间吼，每一个判例拢甲看。后尾啊，咱迄个律师吼，嘛来台湾两届，来两届，伊想讲伊律师啊，美国律师想讲伊真牛的，但是伊无想讲来华西面的。伊若见讲啥，我就讲迄是哪一个判例内底第几条第几条，可比讲吼。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，来，第二条你也看。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，这个 Japan renounces 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我甲讲这个 right 阿边无加 s， title 无加 s， claim 无加 s。哪一个条约有加 S？ 伊就讲起啊咧，有敢有？我绝对有。原来这个条约，罗贝啊吼，这个条约有加 S 的呾，伫巴黎合约对意大利的条约有加 S。所以我讲吼，有加 S 跟没有加 S 差太济咧。咱台湾人这朴书习书啊，你读这无你读啦。我台湾人若读英语吼，零分啦，你要相信无？嘿，不是讲我的警惕这个囡仔啦，我的囡仔嘛在美国读册啊，我定了嘛甲笑。我讲你读什么去美国读什么册，什么习书朴书，你敢若也要讲迄个普通的美国人也要讲的英语尔啦？啊，真正学问内底你无半撇啦。我的孩子你我妈都点点点，我说你想你在学校都说英语，回到你家都在说台语，你也会说英语多好都不要，真正会好的是什么样，你知不知道？都是 ABC 这种的啦，就是台湾人在美国出世，为小孩子开始这样大喊起来，那种的英语、我才相信。你若是只读到大学出来的，免讲英语偌老，卖甲我骗。你相信我讲的牙齿，差不多拢会牙齿才对啦。你讲你英语偌老，我阁甲你讲，咱台湾民警有要请职员啦。我讲你伫美，恁只要捌读伫美国读册的牙齿，即摆都唔敢牙呢吼。现在都不敢走，以前我几个都也走手了。我说这样，你来帮忙台湾民政府，都不敢。为什么？他说哇，台湾民政府在用健身环，我有的单机都不办，我不办你查字典。那你如果对你我的身躯边，你的学问会突飞猛进，我可以将我把你教给你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对吹，你无对好吹啦，我无你骗啦。啊，台湾吼，台湾这台湾电动吼，中国人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吼，人因较有眼光啊。我唔是咧学咧学落因啊，人迄种细汉囡仔吼，都该送去美国去啊，无做兵就去啊呢。你什么蒋万安呐、连战迄个是无话讲，连战迄一天伫 Playboy 伫佚佗个啦，啊，那真真正正，拢啊细汉囡仔无做兵就出国去，遐去甲地吼，迄英语才读个才有物件啦。啊，你甲比对甲地吼，啊，台湾人害啊呢？敢若咱台湾，我伫找一挂人要来派伊去美国去甲美国谈判啊，找无人，你毋知要相信无？大家都嘛吼，有的是口语真好，叫要去吼，我讲你有啥物要求，你拢做你讲啦，拢要好你啦，你去啦，无爱。所以我那边鼓励咱大家，英语
要加强啊。所以台那个美国军事政府，你知道已经有啊。台湾民政府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对等，台湾警备总部的对等是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1947年6月15日以后，在美国的命令之下，就变成台湾新政府了。所以，台湾民政府事实上是存在的，琉球民政府存在，台湾民政府也是存在。蔡英文虽然屌，但是他想要借民政府来借壳上市，答案是绝对不可能。好，好不好？今天上课上到这。